今天来吃点不一样的，有这包，啊，是千千芦笋之乐，赞成白龙雪挑战芦笋吃，说芦笋吃，我甲真芦笋吃就无啥加起来，一罐芦笋吃在都要冰偌久的，来微波啦，噔噔噔噔鸟，个噔噔鸟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拍拍拍哪法，来啦，废片。废片看白龙雪就对啊，为什么你不知影？伊甲支持一下啦。等待微波过程哦，甲同学小聊一下。欸，同学，为什么迄个啥白同学废片有无？有的同学讲，欸，就是该看白龙雪拍废片，该当甲解释一下。拍足侪经典的啊，咁就一定爱废片。赞成后一出挑战芦笋夹，刷芦笋夹。可以点了，这个不用太久。你这汉堡咧烧足紧。丢丢丢丢。因为坦白讲哦，废片要泡废哦，那无简单嘞。我讲真嘞，你后咧做影音创作，你会知影。我这只是把这老实话讲出来尔，但是记得先别说。一个新手啊，先去开开咧。我这换着这种汉堡，你看热量真真爱着嘞。这样热量很多呢，哇！哎，这可能有些气势哦，气势啊，关键搁这美乃滋啊，因为我看养生，我跟美乃滋吃吃嘞，我想奇怪，安尼林刚在买的时候，讲大姐，我不爱美乃滋。好，这卡撑起了，等下得要卖高潮了，对吧？好，较冷了，我还搁真烧呢。啊，赞你啊！